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老样子来介绍好玩游戏 Skin Clubber 给你们、啊、最近 CS2 有个大型比赛啊，在这个网站里面可以进行免费预测，你只要成功预测就可以获得积分，就可以免费抽枪。平常是有在看 CS2 的国际赛事的话，可以去偷偷看，这边有这个预测的地方都是免费的，只要点右上角连接你的Steam账号就可以进行预测，反正不亏。如果你有玩 CS2 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来玩看看的，输了没有差，可是赢了你可能会有枪。第一轮比赛已经打完了，没有投到的玩家不要气馁，3月20号跟3月24号都可以再进行免费预测，抓准这个时间赶快去抽一把枪。如果没有玩 CS2 的，其实也可以去抽抽看啦、啊、因为你抽到枪是可以赚点小钱的。那如果想要预测的话，就可以点我资讯栏的连结就可以开始玩了，整个界面都非常的清楚啊。然后 Skin Club 也蛮常推出活动的，大家有空也可以去办个账号，没有造型枪是真的玩不下去。 OK， 老样子，我们开始抽枪了，点我资讯栏的连结就可以获得 10% 的无值优惠，还是建议有闲钱的人在玩。这是官方的账号、啊、然后我自己的账号、啊、我的账号我出个10美金，然后你看到这个每天都会有免费箱子，出10美金你至少会到等级3，等级3的话你每天都可以抽一个宝箱免费的，我就每天这样抽，然后看我能不能晒到一把好的，然后直接发财，我都是这样想的，反正不亏啊，这个每天都有枪可以领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但是大部分 99% 的几率都会是抽到这个价值台币 0.1 块钱的小破枪，然后我自己通常都是把小破枪存着，存到大概3把小破枪吧，点这个升级，你可以把小破枪升级成好的，像这样2把小破枪就有几率把小破枪变成比较好的枪。那你如果按升级然后成功了，只要转到这个发亮的地方就算成功。OK， 成功。只要成功了，你就会有 0.08 块的枪。你看，你要嘛把这把枪拿去你的 CS2 玩，因为这把枪其实也长得不错啊。MP5 也是我蛮常用的一把枪，这就是免费的。另外一支账号的策略啊，我就是每天领免费宝箱，然后一直换免费的枪，升级免费的枪。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还蛮好玩的，至少比 CS2 里面你自己在抽箱子还来划算很多。如果你想要领枪的话，你就只要按领取。大概只要30秒就可以进到你的 CS2 里面了，然后你也可以换到 CS2 里面再把它卖掉换成台币都可以。这就是我的小知足策略，除10美金，然后有这个优惠 10%， 等于说有11美金，330台币，然后你就先去抽枪，因为你一开始除你等级是不会提升的、哦、你要抽枪等级才会提升。切记一定要抽前面这两排的箱子，你只要抽后面的箱子那都是垃圾，你都是赚不了，很亏啊，亏到不行。这个的话是不要说赚了、啊，比较好回本。它一段时间都会有新箱子跑出来，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判断，说这个箱子值不值得抽。你看这个箱子3块钱，这个箱子90台币。OK， 你要看到它最烂的哦，它最烂的大概35台币，只要贬值超过一半就不玩这个箱子。OK， 这个 0.35 的就还可以。它最烂的话就是贬值一半，那这样就是我们小资主投资的目标。我们直接抽个5箱 ，1.75， 50台币差不多。50台币，最烂的情况我会有25台币啊，不管怎样最烂一定有25台币。OK， 30台币，比这个最烂的结果好了一些，虽然还是亏本，但是主要目的是玩枪嘛。因为你如果是要在 CS2 里面抽枪的话，基本上都是会赔 90% 的，这个赔一半还不错。反正前面出的那个11，不要想着要回本啊，那个就是让你等级提升而已。通常你这11美金坏花，你就已经是大概3等到5等了。而且 Skin Club 它跟其他抽枪网站不一样的是，它这个几率都是最公平的，它的这个几率是真实的，不会在那边唬烂你。因为你只要抽枪，它就会有那个记录。就是我记得你是有在写程式的，就是每个游戏它抽枪，它都后面都会有个程式码在跑出几率那些东西，它这个几率就是会留在你的枪那把枪上面。所以我自己是还蛮相信它这个几率是很真实的。你如果有想着要回本的话，抽枪是一定不可能回本。要回本的话，一定是点这个升级，把你刚刚抽到这些破枪拿去升2.82美元，我可以把它换成一把3.4美元的 AK， 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回本。OK， 中了，这70%很高啊！这是我的小知足策略，我基本上就是每天都是这样子在玩，每天开我那只本尊，抽免费箱子，存到枪之后我就升级，然后换枪，
这样下来你那个11美金迟早会回来的。这个抽签网站已经是运行好几年了，每天在线玩家也都是好几千个人，不用担心。哦，现在有 75% 的几率了，我再换个项，这个转向是有，是真的是有机会让你的几率提升的哦，高于 75% 的。OK， 我们刚刚从 2.8 美元变成了4块钱。我们刚刚 2.8 美元大概是抽了10次，抽了10次大概是 3.5 美元。可是我们现在把价值变成了4美元，等于说已经回本了啦。那这把枪就直接看你要转进去 CS2 里面，还是你想继续升级。是我的话通常会转去 CS2 里面啦，因为我蛮需要造型枪的，自己玩的也爽。玩腻了再卖掉就可以了。OK， 那你可以说啊，我虽然想把4美元的枪换进 CS2 里，可是这把枪我不喜欢啊，我不要这把枪啊。可是我已经回本了，我想要进去游戏里，那怎么办？可以把这把4美元的枪换成另外一把4美元的枪，不喜欢这个枪没差，你可以换。你看这边都是3美元的，我们这边搜寻改成4，就会跑出4美元的。哦 ，M4 很多人要吧？你看我这把枪换到 M4。不错吧，这把枪看起来那么破，这 M4 看起来那么帅，直接按了、按住，然后它的差额会退款给你，直接获得一把帅帅的 M4， 很香啊，然后直接领取，然后就可以开启你的 CS2 爬分之旅。因为我自己打咯打腻了，我是会去玩一下 CS2 的，比较可以放松啊。 OK， 那你刚刚抽箱子获得这些免费的金币呢，你就可以拿去换箱子，像这个这样的话，你用免费的东西换，你不管怎样一定是赚的。哎呀，小破枪，差点发财。OK， 反正是免费的，随便。然后如果你升级的话，像是每天不是都领 0.3 吗？ 0.3 的话，我建议是直接按两倍升级，让你的枪的价值翻倍。你大概两三天一定会中一次两倍的吧？那个几率学来说。你两三天一定会中的是两倍的，反正是免费啊。像这个就没中，那没中的话你就只能等明天了，你只能等明天的免费宝箱啊，再试一试。我是不会上头，通常你输了你不要上头啊，你就是等明天的免费宝箱就好，上头不好。你硬赌的话一定是这个游戏会赢的、放长远来看，你不贪，你开心玩娱乐在玩，你一定是，你终究是会回本的，终究是会把你出进去那10美元拿回来，然后又可以开心的玩造型枪，我觉得这还不错啦，也是这个网站跟其他网站不一样的点。那像还有背头这种东西，这个就是你有钱在玩，纯赌箱子，看哪个箱子，看你们两个抽的箱子哪个好，抽的枪哪个好，就可以把对方的枪全部赢走。这个太恐怖了，我基本上不玩这个。反正如果想玩 CS2 的，然后又想玩造型枪的，我是蛮推荐这个玩法的、就是手出10美金，然后用我的优惠码有个 10% 优惠。你抽个箱子升级等级三等，每天领一个箱子啊。我本尊是10等啊，我那时候运气比较好，我可以升到10等。我一直把枪拿去升级，然后因为升级也会有经验值，我一直把枪拿去升级都成功，然后再卖掉拿去抽箱子，等级又提升，所以我花了10美元，每天有两个宝箱。最好的大奖是这个 AK47， 只要抽到一次你直接回本，然后 CS2 还有一把超级好的枪，甚至可以拿去卖钱，然后每天还可以领免费箱子。只要记得领啊，记得设个闹钟领。如果没有闲钱的人，记得去参加这个免费预测比赛的一个活动，点我资讯栏的连结就可以找到了。你不用出资也可以玩，有机会获得比较好的枪。OK， Skin Club 介绍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大家有玩 CS2 的，可以去试看看。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我资讯栏的连结进去玩哦。